移民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，什么都要重新来过，很多事都未稳定，很多事都不知道怎么做，真是不容易。不过后来好彩有 RBC 皇家银行的 David 帮手，我们有很多问题想问啊。好啊，坐下慢慢谈。每见他一次都有跟他更加熟络的感觉，因为他就好像个朋友一样，成日站在我这边帮我想。现在无论是账户、信用卡甚至房屋贷款，我们都知道怎样做最明智的财务抉择。你们回去慢慢想一下，令我们对将来很有信心。由此可见 ，RBC 是以我为先。